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举办的中国银行杯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混合双打的比赛。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程思思，跟我一起搭档的呢是我们的赵夫子赵老师。赵老师您好。思思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场上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名是来自河南的牛冠凯和何卓佳搭档。牛冠凯这名运动员是我们的一个家乡球员啊，我也是河南人，在我们河南名气老大了。他和国家队的任浩呢是表兄弟，今年才只有16岁。他创造了一个什么奇迹呢？2017年8月份进入国家二队，然后不到两个月，通过队内的循环赛就进入了一队，是一个可以说从二队到一队最快的一个球员。哇，那确实是厉害。目前也是国乒的一个重点培养对象。他曾经力压日本的冈本智和，获得冠军。他的年龄跟冈本智和差不多。这边林高远和王曼玉就不用介绍了，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星级的球员。对，是的。哦，这个牛冠凯还在2016年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上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就是那次，就是战胜了日本的冈本智和。对。然后2017年呢，实现了卫冕。哇，漂亮！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一下他们啊，这个球虽然接的是很勉强，但是回球质量还是很高。对，何卓佳这名运动员呢，在4天前，女子团体当中战胜了陈幸存，也是一名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今年20岁。对，他的打法非常特殊，反手是半长焦。对。何卓佳呢是2017年进入的国家一队。场上4名运动员，2名是刚刚进入国家队的一队的队员，2名是老队员，但是最多算是中生代球员。林高远最近2年也是声名鹊起。我形容他是小林飞刀，啊，力不虚发，动作太快了，一个快字，就是他最大的特点，节奏快，速度快，打球很巧。哇！一上来争夺就非常的激烈，现在比分是6-5，林高远他们领先1分。对，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林高远在这里边，他这个速度快不那么明显啊。因为我们会知道他自己打球的时候，他这个自己的连续性和连贯性会比双打要好很多，但是他的节奏还是比别人要快的，他只是快的不那么明显，就不像说单打比赛里边能让对方完全没有反应。对，今天呢，他面对的也是比较快的小队员。是的，因为这个新生代对决的时候，可能速度快这个事情就不这么明显。你对中生代或者是对我们80后的球员，你还会更明显一些。目前我们河南是4个队员在国家队，任浩、夏一正、刘冠凯、于和一。哦。好厉害。本次的团体赛我们河南也打进了前8名。啊，可以，很不容易，其实能进前8都，对，在这个赛场上打到前8还是非常不容易。对，还是老队员在第一局发挥更为出色，现在是10-5领先。是的。何卓佳的长焦好像是发挥了一点作用，因为长焦这样打过来就有点下沉。对对。因为他不像一个人嘛，我可能掌握的还好一点，就两个人需要一个判断的时间。对，这是没办法，进攻质量真的是太高了。王曼玉和
林高远呢，两个人都是全守全攻型的这种打法，嗯，很难对付。打双打两个人也是非常的适合。是的。而且一左一右，这就这个配合起来更为的流畅。对，所以他们也相对更轻松的，而且率先拿下了第一局。我不知道第二局啊，和卓家和牛冠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教练啊领队能不能给出出主意？因为你实打实的硬拼，估计要难。从实力上来讲是这样的。对。毕竟林高远和王曼玉两个人都是目前国乒的主力，代表国家去打这个世界大赛的，年龄都是大运动员，他们两个年龄要小一点，而且进入国家队的时间也短，嗯，对，历练的时间还短。哎，是的，这也是其实我们年轻队员也是要不断的通过和这种有经验的队员的这种比赛来提升自己。对，这其实双方都有好处吧。老队员呢，就是说我要看一看，哦，后面的新生代已经这么厉害了。我得想办法提高自己啊，然后我得抓紧机会啊，因为这个就是乒乓球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推的还是很快的。对，你跟他俩比起来，他俩算是老队员，所以两个人也都非常年轻。很年轻，对，95年，林高远是95年，是场上年纪最大的。哈哈，95年也才23岁。对。甚至说还都没有到最厉害的那个时候。对。他最厉害的时候应该2-3年以后，可能林高远就。更为成熟。对，但是你看和他对战的何卓佳是98年，刘冠凯才02年的，所以这个人是后生可畏。一个16岁，一个18岁。对。一个20岁。嗯。加一起才36岁。是的。就跟我们广东的，跟我们广东的张超，参加男团亚军决赛的张超，嗯，他俩加起来加一起跟张超的年龄一样大。是的，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把这些年轻人再历练两年，他们的经验啊什么的这种，还有他们球技的增长，是我们老队员可能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在中国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对，推的，甚至还没有拍到沙滩上，后面的那一浪已经过来了，漂亮。两个人打得积极主动。对，这就可以，这个球完全看得出林高远的这个速度。昨天在场下的时候，我还专门找到何卓佳，去跟他合了张影。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他粉丝，因为我也是一个打长焦的。嗯。他长焦用的太好了。是的。何卓佳的长焦已经完全刷新了我们这个长焦那个防守的状态，没有防守，全是进攻。目前我们看到的哈，有两对组合是里面比较突出的，嗯，一个是亚运会刚刚获得混双冠军的王楚钦和孙颖莎，对，一个是小魔王，一个是国乒的新贵，对，两个人的组合也是非常的犀利，嗯，我看林高远和王曼玉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合理组织的，哎，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对。看了，这就是两个同是两个右手的运动员，他们之间的步伐上的这个重叠很难受，这样打起来这个球 对你的步伐的要求更高。是的。而且啊，像林高远他这个速度快，虽然就我们真的不像他单打以前那么突出，但是他这个速度也确实是会给对方造成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对，你不敢过渡球。对，他上手太快。他防御的也快，就他击球的时间比较靠前，整个节奏到他那就突然调快一点。
这样的话，你说双打比赛，两个人又要跑动那个位置，就很容易说位置上错不开。对。因为你说这个水平，你说两个人在球台上说会互相挤的话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你给他速度一快，他就让不开了嘛。从单打的实力上来讲，两个人要技高一筹。嗯。但是我看今天年轻小将也是。也是配合的很好，不落下风的。不落下风。但是今天两个小将发挥非常的出色呀。哎，是的。所以是接连的打出一种非常精彩的回合。这样很容易啊，他们很有可能就扳下一局。对啊，本局一直领先。哎，小何接林高远的球接得好。哎，是的。因为上林高远发球还是很有优势，尤其女运动员接的发球啊，这就林高远的发球就赢了一分丢了一分，这还能说得过去。刚才两名那个混双选手基本上到林高远发球，女运动员就非常的难受。漂亮啊，是的，你能把林高远打的是准备不充分，是我们这边接的更快的一个体现，因为这个新生代真的是特别厉害。双打当中这个发球最忌讳的一长被对方给拧起来或者拉起来，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嗯，10-8。再努努力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对于刘冠凯和何卓佳来说，刘冠凯和何卓佳在擦汗的时候在商量，对，肯定得怎么拿下一局，10-8领先了。然后这个时候，王曼玉发球，漂亮！何卓佳防的这一下防的太好了，往下磕了一板，对，导致王曼玉不敢上手。他不知道还到底他这个长焦有多转，他还是心里面没数，过度了一板，他过度就导致牛光凯一板大力的冲杀。是的。哎呀，所以就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了两个小将的很积极的这种心态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嗯。第三局的话，我前两局1-1，我这一局会特别好看。对。何卓佳的接发球好。
这个环节他们不吃亏。是的，他接完球牛冠凯就可以上手了。哦，哇，这是很棒啊。没办法，林高远这反手太有数了，他反手人家是人家接过来这个球，他反手撕这板你就找，根本就基本上对手没有反应过来。哦，其实从这个板上也看出牛冠凯的实力了。是的，太快了。嗯，这也是为什么林高远在这种对战中，他现在的一个速度快不明显，不是因为他不快了，是因为对方的节奏也很快，大家比较相近，在同一个就算是一个区间范围内，所以他快的不明显。看出啊，上一场扳回一局，上一局扳回一局啊，这个不过还是和周家状态还是有了一个一点点的上升，他们现在应该差不多是一个超水平的一个发挥了，因为正常他们去对战林高远和王曼玉的话会比较落下风。哎，但是今天他们不下风啊，三局都是他们领先，尽管第一局输了，但是也一直领先了没有盯住。对，第二局一直领先，这第三局上来4-1领先。是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很想看一看林高远和王曼玉这种有经验有实力的队员。对，对，世界冠军组合。哎，你落后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非常想看这个。哇！而且对面这是越打越好啊，牛冠凯。你不得不说后生可畏啊。是的。现在林高远和王曼玉已经开始在追分了。牛冠凯升入国家一队呢，他是通过日队的大循环，哦，然后还有一队后几名队员队内的大循环打到一队，哦，这个厉害，从自己成绩打上去。而且张本智和是他们是同年龄组的，嗯，张本智和号称可以说是神童，是，但是他跟这个牛冠凯打，他并不占上风。牛冠凯力压张本智和夺冠。是的，哎，这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这么看啊，有一些球员在场上呢，觉得名气不是很大，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明星的光环，是因为他们比较年轻，他们的技术是有的，只是说还没有这么多比赛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打得不好，因为都这么年轻嘛。2002年，牛冠凯最小了，2002年。漂亮，觉得林高远和王曼玉这边反攻的不紧不慢，他们不着急，特别稳。现在落后三分。哦，就是看这个双打，我就看出来牛冠凯现在的水平，嗯，还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他年龄在这放，对，02年。刚才林高远拧过去的那个球质量很高，对，他一板给反拉，哎呦，是的，有这水平，前途无量。嗯，而且林高远的速度又快，其他人的话他会有更高的机会。嗯，他倒是处理林高远的球不是太好，这个接发球。哎，对，他不是和周家接的好。林高远的这个发球确实很难弄。是的，我们也是看了这么多场比赛，好像只有和周家接的还不错，质量不错。还有哦，又吃了一个发球。是的，那你这个双打比赛里面吃发球，这个就太致命了。对，本来领先四分，现在瞬间就被倒了两分了。嗯，他发两个，直接一个下网，一个出界。对，而且这一局比赛不是
不止发两个了。我站在这个角度上都没有看清楚，林高远发的是上旋球还是下旋球？是吗？这只能说在他的这个球接触到对方球员的球拍，看那球什么变化，我们才会知道。所以林高远也是发球的技术是真的很精湛啊！发球，他发球就是有点优势。嗯。跟谁打他发球都好像能感觉到啊，一到他发球，对方就好像就是有点紧张的这种感觉。接着发球，关键是他衔接也好，你为了把你这个球接不出质量来也是死，所以很多人跟他打失误多。暂停结束。哎呀，还是虽然被追了两分，还是有一个比分的优势，8-6，再坚持三个球就可以拿下这一局了。先拿下这一局吧。对。不要想太多。嗯。我。哇，漂亮！回头加抢攻的这一把很好啊。是的。回头加这名运动员，在场上确实是很有灵性。嗯。他打球，从接发球和他抢攻的这一把这个实力。漂亮。这真的没有办法，已经把球都打到这种份上了。他的质量是很高的，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看林高远打球啊，就是感觉他的球让我们很惊艳。对。啊，乒乓球被他打成这样。是的。不管他输赢，我们都喜欢他，喜欢看他打球。嗯。哇，再追上一分啊！现在已经离分的差距仅剩一分了。我跟你说心里话啊，思思，我很喜欢林高远的头发。哎，在场上他头发是一飘一飘的，很飘逸，跟整个人结合起来。那种身上的年轻活力啊，让人很羡慕。哦，是的。哇，这个反手真的是，这比分追平了，9-9。你看看，就是林高远加上他的直接得分，加上他发球的直接得分，他终结比赛的这种能力，确实是超级强。嗯，刚才他们两个是4-8落后，现在已经打到了9-9平。从8-4落后追到9-9平，中间还叫了一个暂停，但是没什么用。打了对方一个1-5。对。啊，现在是在大比分落后啊，现在是10-9领先了。又是何卓佳发球，我都林高远发球和接发球的时候，我都心里面一颤。哦，嗯，何卓佳这个传球起到了作用。是的。这一场球里面，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林高远的这个怎么说呢，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个表现嘛。那另一个就是何卓佳了，他这一场发挥的真的是很好。哇！这顶不住这个线是没办法，率先上手。林高远终结比赛的能力很强。嗯。你看他的站位。漂亮。哇。对，何卓佳也是频频的让我们觉得有惊艳的感觉。
啊，是啊，我所以才被他圈粉呢。是的。球友问我，赵老师你到底喜欢谁？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只要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高手，我都喜欢。嗯。哎，已经是小何等于连续创造了三分。是的，刚才那个角度让林高远没有摸着。嗯，而且何卓佳今年也是98年。何卓佳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艳，这个比赛赢国乒主力陈幸同的那一场球特别的精彩。嗯，你看他很沉稳打球。哇哇，又是何卓佳，对，终结了这个比赛。是的，像牛冠凯和何卓佳呀，这场非常不容易的大比分领先被人家追平反超，最后是拿下了这局比赛。啊，好，第四局比赛开始，咱们看看小将能不能惊艳到底啊。是的，小局领先了一局2-1，漂亮。哇、哦、这个何卓佳真有能力啊。是的，林高远这个球角度很大，又被他给封堵了。看到没有？是的，他们不下风啊，很厉害啊。对，而且何卓佳还成为了现在他们这边比较得分的一个点。对、啊、主力得分的一个点。对，他经常的会有终结这个比终结这分的那个能力。嗯，哦，这是真的快乐，你让对速度快乐点好，你让林高远打出这种球谁都没有办法。嗯，连续的这个点，你看他连续两分了。对，而且连续两分打的都是同一个点。我看得出哈，这个球何卓佳有准备了，因为三个球啊，这林高远打的都是同一个点，都是何卓佳正手的特别开的那个大开角的地方，所以他会特别注意着。漂亮漂亮，牛冠凯的能力也很强。是的，两个人在撕咬比分。是的，3-3。哇，漂亮！哦，
何卓佳接林高远的这个发球是接的真好，突然的一个发力，对，这都已经不是接的好了，这就相当于是接发球直接得分。对呀、啊，这个就是应该是让林高远也是蛮意外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发球啊，不管跟谁，要么就是得分，要么就是间接得分，没有人说可以说在接他发球的时候直接得分，这个是，这是真的可以，而且他刚才何卓佳接的这个球是属于单打的话，就是林高远不需要侧走，不需要换忙，王曼玉来接，林高远自己估计这个球何卓佳也是得分的，就这个何卓佳是小将，真的把我们惊艳到了。对，就是他真的是把这个半长焦的这个焦粒这一面用的也是真的发挥极致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哦，带焦粒的东西这一面不管正手反手他不吃旋转不吃球，但是其他人可能说我只能做到我不直接失分，但是真正能做到这种反而得分的还真的是不多。是的，4-3。我现在看一下林高远和王曼玉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我在3天前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何卓佳的。嗯，长焦后继有人，何卓佳战胜国乒主力。谁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国乒网上去看。哎，我也发现了，赵老师，您看这次啊，点评这次成绩赛，您说的最多的就是后继有人，因为真的这一波年轻的队员，就是让我们觉得太喜欢了，技术也好。我这叫后继有人系列。还是的。啊，长焦后继有人，直板后继有人。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后继有人。嗯。一代又一代的球员，一代涌现出来。嗯。全是天才少年。还是的。啊，你看这年轻一代的，有一个向鹏，跟牛冠凯是同龄的。哇。这是没办法。这一打。其实这个发起点还是王曼玉这个球处理的好。不是的，相应来讲，刘光凯接林高远的发球，嗯，接的不是太好。是的，对他这个旋转还是判断的不太准确。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刘光凯和何卓佳也是在接发球的时候手上也是有交流，这样的话就是队友可以更好的给出下一档的配合。8-4落后。对，从第三局的后半段，其实刘光凯何卓佳是比较被动的。嗯，但是上一局是这个幸运的赢下一局。对，这种被动一直延续到现在。是的，尤其呢林高远和王曼玉啊，现在两个人是在盯着刘冠凯在打，所以你看他的失误都在他这儿，就是控制何卓佳上手。漂亮。步伐没有到位，是，而且确实也看得出这个林高远和王曼玉这一左一右的配合确实更顺了，更加的合理。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大赛他们都会这样去挑选这些搭档。哇，行吗？这个落点很好，角度特别开，小河鸡的发球好。是的，这个谁的发球他也不吃。对，而且他还总能弄出机会来。对，哇，这样一来呢，双方就打平。对，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是的，
第五局的争夺。一上来两名老将明显的发力了啊。是吗？我简直落后往前追的感受也不是很好。哇，漂亮，这把你的质量是很高的。在连续吃林高远的发球之后，这次终于不吃了。这个环节应该要好啊。这是牛冠凯发球，牛冠凯发完以后，哦，牛冠凯发球以后是王曼玉接球，王曼玉接球以后，王曼玉的上手能力还是要差点。但是他刚才这个控球能力给的也很好，也是想办法去克制这个何卓佳去直接上手。我觉得这样的环节还是比较理想。哇、哦，好球！王曼玉很坚决啊，这个上手。是的，他这两个接发球处理的，你看都是压在了何卓佳这个反手的大角度，一个是直接得分，一个间接得分。漂亮。嗯。这落点压的是真好。这个确实还是何卓佳。打出了大角度，哎，是的。哎，这个何卓佳真的是让人很惊艳。哇、哦，这是个运气哈、啊，运气接了一个球的质量擦够了。看中国队员比赛，就是一个感觉，天赋爆棚。嗯。看这球打的。这何卓佳的这个落点控制非常的巧，也够准。其实牛冠凯这个球处理的不错，啊，有一点争议性。但是裁判呢，维持了原来的这个判定。他是应该双方运动应该交换了吧，这个轮次。好，比赛继续。是何卓佳接的好球，年轻小将，男孩子跑过来捡球的时候，女孩子也跟过来，哎，是的，啊，这就是一种在场上的这种配合，对，啊，既然是我们俩打双打，去捡球的时候都是一块跑去捡球，嗯，啊，只有一女人的这种敬业精神让人敬佩，是的。王曼玉在这一局当中的发挥非常好，女孩子拧的这个球，你看这个力量，漂亮啊！这个角度真的是太好了，就是让你拉。
出来。其实突然发了一个长的。嗯。今天看完这场球，我的感觉牛冠凯的反应非常的快。嗯。找那个点找得准。我觉得还有机会啊，8-5了。没事的，有机会。落后3分，还好，不算太远。这个球处理好的话，追到6-8。我是球打坏了是吗？再换一个新球，先练习一下。比赛继续，这个球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一局的结果了。哎，林高远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是的，确实是让刘冠凯和刘家减了一分啊。减了一分。对，这样就有很大的机会去追上反扑了。对。漂亮啊，只剩一分了。是的，7-8。这落点打的是真的巧。非常巧妙的落点，觉得是朝右手这个右手用力，结果跑到了这边。是的，啊，这也是有个假动作做掩护。对，10-7啊，林高远和王曼玉是拿到了决胜局的这个局点，这是全场的赛点。赛点。10-7。你看啊，在接发球之前呢，何卓佳先给牛光凯打一个手势，你也不用判断了，我直接告诉你，我给他一个什么旋转的球，偏下旋还是偏上旋，叫队友牛光凯就有了准备，这一把质量会高很多。对。现在是何卓佳发球，是王曼玉来接。俺都是接的时候告诉对手一下，我接成什么样子。哇，这真的没有办法。一板定音啊！最终哈，林高远和王曼玉战胜了牛冠凯和何卓佳，晋级下一轮。是的。